我们现在要宣布两个终极 PK 的名单，第一位是女生，连燕秋。燕秋今天4-1 ，OK。第二位是男生。两位剪刀石头布，看谁先选择先唱，好吗？剪刀石头布，你要先唱还是后唱？我先唱。你要先唱。先唱。好，给你们1分钟的准备时间，等一下正式进行我们的终极 PK 决战，30秒钟。好，两位选手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黄嘉欣先唱。终极 PK 决战30秒钟，请就位。黄嘉欣，请开始。我睡在哪里也可以，为什么睡在这里？我不过是不服输，一直以为真的有小王子，你笑我笨也可以，只要让我在土星玩的基地看你看你看到你。好，谢谢黄嘉欣，继续欢迎连燕秋。请开始。天上人间，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。天大地大，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，我不忍心再起哄，但愿你听得懂。谢谢连燕秋，我们赶快来看看五位评审老师。国华老师，您的那一票投给哪一位选手？我选给燕秋。好，燕秋获得了一票。祖硕老师，燕秋。好，燕秋获得了两票。志平老师，嘉欣获得了一票。慧心老师，我投给燕秋。恭喜燕秋，你获得了3票。国伦老师，要不要讲评一下？嘉欣，很可惜，可是这是必然，一定要有一个人离开。但我们非常觉得你的声音很棒，控制力再去练，你就可以再唱得更棒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嘉欣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想？其实我后来选这首歌，其实我在后台是跟大家去讨论，还蛮多挣扎的，因为其实这首歌只是在说。它是一首比较冷门的歌，它其实在说它是开演唱会，它让大家听见，它不服输，所以其实它，我知道这首歌其实它是比较外放，可能情绪方面没办法掌握到那么多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个性，我想就是自始至终我都想要这样唱歌，就算就是淘汰了没关系，我至少我的态度坚持到底，这样子，就是谢谢大家。嘉欣加油！准备好了再来好吗 ？OK。你已经也很棒了，你是我们第七届超级偶像的第9名，黄嘉欣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有空来节目当中看我们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谢谢我们黄嘉欣。半年来的这个旅程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算是我这人生的一个很大转变。我觉得很棒，唱歌真的很棒，我真的很爱唱歌，所以就算我在这边结束了，我也不会放弃我唱歌的梦想。虽然在今天离开了超级偶像，
但那个拥有独特嗓音、曾经在舞台发光发热的嘉欣，将永远留在大家心中。我是黄嘉欣，我是超级偶像第七届的第九名，就表示我以后还是可以一直唱九九，唱一直唱下去。天赋过人，勇往直前，他是超级偶像黄嘉欣。